事情是这样的，小麻薯又出了惦念之音，我当然要为我的金主妈妈给我安排上，她也很爽快地给我安排了。The next day， 我的恋恋之音到手了，超粉嫩超少女，每一样都美到尖叫了，真的别把我迷晕了。又 get 了一套小麻薯新贴纸，这次真的是妥妥的女明星了，每个造型都口诀，每个色系都好好看，便签子也好美丽，每一款都好好贴的样子，迫不及待要用它们来做排版了。那就开始沉浸式手账吧。